台湾气温飙破30度，吃冰正夯。高雄哈马星有一间大碗工冰，用5种以上的水果为基底，除了正常尺寸，店家独创客制倍数，从5倍、10倍到20倍都有。巨无霸体积非常吸睛。或是另外一间老字号冰店，热销的李贤冰，一卖就卖84年。有移民加拿大的侨胞一回国，特地来吃，因为独特的酸甜滋味，全台仅有。这一碗冰得双手用捧的，巨无霸 size 上桌，它分量很大，很惊人。标榜正常尺寸的10倍大，用料也很惊人。特制大碗公里铺满刨冰，放上芒果、西瓜、凤梨、芭乐，两根香蕉切块再往上铺，淋上香甜炼乳、浓郁芒果酱，还有第二层，加码水果跟草莓酱，像是一座小山，隆重登场。甜而不腻，水果也很棒，很新鲜。店家独创客制倍数，跟正常尺寸相比，放大版的几乎是脸盆大，不论是2倍或是20倍都有。一群好友出游，分食品尝，超过瘾。另一间走的是怀旧风。全台独有的李贤冰，仅仅放上店家亲手腌制的李子跟酱汁，简简单单，但吃上一口，暑气全消。我长期没有住在台湾的，所以很想要回来吃一下古早味的味道，很回味，很开心。和四果冰都是创始冰品，一卖84年，独特的酸甜滋味，不少人从小吃到大。天热吃冰，无论是新鲜水果冰、客制倍数，或是古早味热销款，各有拥护者。记者蔡婉如、萧志远，高雄报道。